大家好，我是阿美美。今天我要为大家来介绍我种的树胡。当初我买了好几棵树胡，最近发现长得不错，很多都发出了新芽。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吧。这个是有上板子的，然后侧边长出了一只新芽，非常的漂亮。另外这边也都陆续长出漂亮的新芽出来。这个是上实木板的，也是长得不错。感觉天气转凉了，树胡就长得特别的好。各位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买这种树胡回来种，非常有意思。